先来聊一下天了。我刚刚本来试着想要开 Joy Sound 的，结果谢谢王开开，结果 PS4 里面有一个设定是有版权的东西，它会禁止你录音，然后我的截取盒要求把那东西关掉，但 Joy Sound 要求把那东西开起来，所以我就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状况。怎么有回音啊？啊？安安。哦。嗯？说话的回音，干娘、哦。变成我那个我刚听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子啊，我戴一下耳机好了。干，那就变成我是在那边灌点就没屁用啊，操你妈的嘞，气死我了啊。哦，我听一下我刚刚怎样。喂，大家好，你知道最近布袋戏戏出了三神，一个是断手的野人王之力，来哥晚上好，谢谢汤上，哎，好兆头。羞涩，八七文字。晚安，安波浪符。唉，感谢开台，我今天超不好。没事没事，一切都没事的。啊、嗯，没事没事。谢谢李长博，刚刚忘记谢到，没谢到，没谢到。哦，反正我的 PS4 就搞不定，而且我的 Wii U 要实况的话，就变成说我要多接一台线到我旧的截取盒上面去，然后所以它就会是 720P。不过唱歌实况Joy Sound的话 720P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就觉得很烦啊，我为什么要接两台主机？谢谢贵哥给酷，今天离职了，接下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没关系啊，我都没工作这么久了，我接下来也不知道要穷到哪里去啊。接下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发生什么事了？没有，没事，没事，没事。啊，
此生究竟该怎么办呢？要比酒吗？不不不，当然不会比你酒。作为一个无业游民，我也是菜鸟啊，是这样吗？哈哈，如果到了今年六月的话，我无职就满一年了，就先睡到爽，很爽很爽啊，没钱而已。如果是截取问题，我可能知道，不过就是我的 PS4， 然后我日账那边买了点数，然后我也敲了截取盒，谢谢疑问，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反正 PS4 上面有一个叫 HDCP 的东西，是说，晚上好，小鱼，你好你好，像是说它里面有锁一些版权曲是不可以实况的，应该说不可以让你录影，然后拿出去给外面放的这样子，然后它就会锁影像输出。谢蓝兄，反正他锁那个东西，就是他对应那个 PS4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HDCP， 然后我的截取盒是规定我的截取盒要用的话，那个东西要关掉才行。可是我旧的截取卡不用，只是我旧的截取卡只能收 720p， 所以就变成说 Joy Sound 要我把那个东西把那个功能打开，他才让我开。可是我的截取盒只要那东西开，他就不让我截，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一定要用，我要嘛就是用 Wii U， 应该说我现在只能用 Wii U 实况 Joy Sound。 有看到波浪上有人分析 Lemon 的 MV 吗？看完好感伤。没有，我还没看，旧的是哪张啊？ H 什么的。H 什么？要问六探欸，他帮我选的截取卡 HD72A，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张。对，所以我的 Wii U 等于就是根本上就是一台卡拉 OK 机。然后我就必须多接一台主机在那里，是实力的 HD72A， 我旧的截取卡，可是还在我的主机板上，所以我还是可以用了。只是我就是得多接一台主机在那边，应该，原刚的应该都没搞头，实力才有解码功能，是吼，原刚的截取盒我不知道，反正。感觉也没什么实况组需要的实况终于上了，所以算了，我的一千点啊。所以 GC560 可以直接把 PS4 的画面截取出来，可是我已经有一个截取盒，我要买一个新的截取盒，为了终于上的，反正 Switch 都在吸 Wii U 的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干，我真的后悔买 Wii U 欸，靠杯哦，买来要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屁股名声很好玩啦，所以算了，就当为了游戏买一台主机吧。用 Wii U 啦，不然它真的很过期，它确实过期啊。当初买的时候这么高兴，没想到买了就改朝换代了。唉，我也想买 Switch，算了，不要，我要买别的东西。对，它就是一个卡拉 OK 机，感觉直接去日 K 开台比较划算，很吵欸，那种收音。不然你换下来的卖我啊？你说我的截取盒吗？还是你说 HD72A？ 日 K 一小时300-400，可是你知道 PS4 上面的 Joy Sound 24小时只要300多块日币吗？对，马丁的钢琴的马丁已经买了，
钢琴要等我房间这一台处理掉。PS4 的 Joy-Con 跟 Wii U 点数不互通吗？我买的是 PSN 的点数，所以不能拿去 Wii U 那边用。我在家就可以唱，我干嘛要去台北唱啊？HDCP 关掉不能截出来哦，我刚刚试了一下，我整个那个截取盒都怪怪的了耶。我的背景音乐会不会很大声啊？可以秀一下马丁吗？可是我现在人整个超邋遢的，我不想开视讯。讲好像你不在台北一样，我不在啊，我在桃园啊。我把背景音乐关小声一点了，一点点而已，还要再小吗？有点大声，那再小好了。好了，我又调小声一点点了。现在呢？哦，又打一到一只蚊子啊！原来在桃园，刚刚最近哎，讲到灵气，我把神狐幻想破关了，啊，我觉得就是我昨天有发铺讲神狐幻想这件事情，潘潘。谢谢 Miner 0211啊，神武幻想啊，我觉得角色还算是有魅力的，然后剧情也还不错。我觉得它中间有一段剧情崩掉了，可是还，哎，我不知道该说是好还是不好玩、欸。莱格安安。谢谢三明杰尼龟，安安安安，就是我觉得《神武幻想》它，中间叹气，因为它中间那一段真的是太烦了，玩小游戏什么狗屁的，然后地图又大，人走了又慢，我又忍不住开修改器，把人调快一点这样子。可是开了人的跑速变快之后，就会开始遇到 bug， 所以就很烦。安安安安，它是烂，它是开头跟结尾很好，可是中间有一段很奇怪，是逼近结尾那一块，就是结尾要迈入高潮的那一段到结尾中间这一大块爆掉了。然后可是中间就是有比如说有人领便当，我还是有流眼泪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也不会到不好，只是就是有点傻眼。对，那个小游戏真的很北七，然后我觉得配音很好，配乐很好，我觉得如果你很闲的话你可以玩了。你很多时间的话你可以玩，就是慢慢的玩，然后老实说我虽然没有玩过太多太空战士，可是这个游戏让我想到太空战士，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冗长感。冗长感，如果 HDCP 保护开着只有声音出不来的话，没有，是整个画面都截不到，就怪怪的。我没有嫌弃，我觉得我
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剧情很烂，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烂，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感觉不一样还是怎样。很冗长，很冗长，然后很多东西，对话啊、小剧情啊、一些背景设定啊，藏在一些路人的耳语里面，所以你要停下来等他们讲完，中间不可以做任何事情，不然他们对话会断掉，或者是你在走的时候主角就会闲聊，然后他们也会讲一些就是关于他们发生的事情啊什么的。就如果你很喜欢挖掘小东西的话，你很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玩啦、啊、嗯，然后就是那个很烦的小游戏。安安安，谢谢卷毛猪。对，我们一人带一只吗 ？RPG 都很冗长吧？嗯，我觉得《武林群侠传》不会啊。还是你买个 HDCP 解码器？我不知道哎、欸，因为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买了就可以解决还是干嘛的。所以应该最快最省钱的方法就是用现成的 Wii U 去实况。推他们制作成员之前做的《幻想三国志》是哦，可是我没有玩过《幻想三国志》哎，神武比较偏仙魔还是武侠呢？我觉得比较偏，比较偏仙魔吧。都有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你什么时候要还钱赚？不想，我不想要看到二师兄伤心难过。师兄，PS 4接在 HD 72A 上面把画质调成 720P 就好，这样我还要动线，很烦欸。我的线要桌上桌下拉来拉去。幻三四完全就是 BL game。真的假的？很 BL 吗？可是我没有玩过《幻想三国志》啊，没事吗？不行吗？可以吗？没玩过之前也可以玩，嗯。有空再说，我觉得很必要，好好不？你不想看二师兄被大师兄调戏关爱吗？可是我觉得前传好像二师兄会遭虐、欸，而且前传上 Steam 了吗？上了吗？欸、好像上了、欸，好像有上，忘记了，我已经忘了。怎么这么多蚊子？等我一下，我处理一下蚊子的尸体。我机差点掉下来，空，没有啊，你没空啊，先 make it。空。《侠客风云传》的前传，前传没上啊。前传没上啊，我查不到啊。我不要，我不要看二师兄难过。要不要买蚊帐？不一定有用啊，而且猫会爬、啊。如果猫不待在蚊帐里面，我打蚊子也没屁用。我主要是怕猫被叮，我就算了。有吧？不会被下架吧？
我好像有看过，可是我真的查不到哎、欸，现在。嗯，那你明明就没空到了。谢谢 Make It， 没哎哎、欸欸、有哎、欸，为什么我查不到啊？有哎、欸，褒贬不一，而且二师兄还是封面。干，我不要，我不要。如果二师兄过得不好，我也不想玩了。猫咪会扇蚊子一巴掌吗？探探还不太会打蚊子，我觉得。Steam 的 bug 好像很多，嘿，我看到页面了，我有加到愿望清单里去，我忘了。我家的猫不会抓蚊子，还会把蚊帐抓破或把蚊帐压扁。猫就是这样啊！哎，我跟你们讲，我买了小花饮水机给探探。解码器500以下就能买到的样子，是哦。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我有空的话再买。我买了饮水器给探探用，然后你们有看过小花饮水器吗？我给你们看那个图。看图怎么都他妈这么小啊！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东西啊！这个不是工商啊！我买的是B 开头的牌子，不是这个牌子的。反正它就是一个饮水机，然后上面有一朵小花。干嘛？它就是那朵小花，然后那个小花它水会从它下面有一个马达把水往上推，然后那个小花的底会接那个小花的那个底部会接住那个喷上来的水，所以它那个水会就从它的小花流出来，怎么有点怪怪的？反正那个小花会流出水就对了，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一条一条，然后中间黄黄的地方可以拔起来，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涌出泉水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花的中间的地方也是可以喝的，流下来的地方也是可以喝的，然后旁边绿绿的那个接住的盘子也是可以喝的。乖乖，对，有点像文言情小说里面怪怪的东西。好，反正好，反正是他整个都可以喝。对，这段如果没有解释。好，重点就是那个流下来的水的那一条一条的地方，就是你们看到画面上，探探啊，不要踩我的键盘，就是画面上那个花，不要踩我的键盘，那个一条一条的水啊，探探会以为它是一个可以咬的东西，然后探探就会一直去咬它，然后它就没有在喝东西，它就是一直要去咬它，然后被水淋的鼻子都是，然后
反正他就是会一直去咬那个水，他就很白痴，他就以为那个可以咬，然后他就没有再喝水，然后我就最后只要把那一整条，我把黄色的地方拔起来，他也完全感受不到那个地方是可以喝的，他就是一直想要去咬那个水，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只好把花拿起来，所以他现在是没有花的那个状态，你知道吗？他现在就是水从插花的那个洞涌出来，然后那边就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喷泉，然后探探就是喝那个水，他会喝，他现在知道那个东西是可以喝的。OK， 对，反正现在那个饮水机是没有那朵花的状态，但探探就是知道那个可以喝，所以他就是会喝水，他还蛮常去喝那个水的。哦，然后从花的蕊心流出了潺潺水，看，好。所以现在是喷泉，就是没有这么喷，可是它就是会涌出水的一个洞。我该怎么跟你们讲呢？啊，然后那个，然后那个花如果插下去的话，那一台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完全没有声音，嗯。你可以直接拍照，我想要直接找照片，我现在不想开视讯啊。我看，哦，就跟这只猫的完全一模一样。嗯，谢谢仲夏夜晴。他现在就是这个状态，然后探探就会知道中间凸起来的地方是可以喝的。现在他就是会这样子喝水，但原本是中间有一朵花是可以插下去的，嗯，有一朵会喷水的花是可以插下去的。好，然后。如果那朵花插下去的话是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整台机器就是完全没有声音哦，马达是没有声音的，超猛。然后但是如果不要插那朵花的话，就会有水流的声音。嗯，然后那个我觉得有一点流，就算是那个瀑布在流的时候也是没有声音的哦，我就觉得超奇怪。然后如果是这样，饮水机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它就会有流水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正常一点，而且猫咪也会知道哦那里有水这样。谢谢皇上两个月。那他现在知道这个可以喝水，要不要把花放进去试试？可他如果一直咬他的话，一直吞到空气，就没有，就失去作用啦。而且因为我房间就是有蚊子，我不是之前跟你们讲说我家后面有一个小公园吗？然后就很多蚊子啊。我之前决定真的下定决心要买那个，是因为我看到有蚊子停在那个他喝水的那个碗上面，然后我就想说看。蚊子如果停在那上面产卵怎么办？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买这一台。然后我现在就没有看到有蚊子停在上面过了。猫会打嗝吗？没听过哎、欸。对啊，吓死我了！如果它产卵被探探喝下去怎么办？恐怖死了。反正我觉得这可以买耶、欸、我觉得 B 牌的可以买耶、欸、因为它就是小化饮水机有两个牌子，一个是 C 牌，嗯 H 牌，跟一个是 H 牌，一个是 B 牌的，然后 H 牌的最小容量的话好像是2公升吧，然后
然后 B 牌的水的容量好像是一点多，就是容量比较小。我想说就一个礼拜清一次，这样也不会浪费水什么的。水盆可以放一块防蚊，不确定能不能喝。算了。现在厂商这么有眼光，这不是工厂，我自己买的，我去虾皮买的。1.6，反正你查小花饮水机一定就只有两个牌子啊。PTT 猫版上面也可以查到。我去虾皮买的，然后。我发现有些东西，看去虾皮上面真的可以找到很便宜的，有没有？虾皮厂商快找我，我也要，今年双十一就靠你们，有没有？赚一波，给我赚。滤芯是一周换一次吗？我记得他写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啊？到底在工商什么？我没有在工商啊，就是我之前去日本买一个。电子秤，第一什么的电子秤我忘了，然后那个时候去日本买好像花了，忘记了，反正就是有去日本买一定比较便宜嘛，日本的牌子，然后我发现在虾皮上面买也很便宜耶，因为我最近又没有要去日本，我就发现有些东西其实直接去虾皮买就好，不过虾皮吃的东西跟用的，就是比较，比如说衣服什么的，我就比较不会去那边买。那个花中间插了什么青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没有要用到那个花了。哦，不过那个花，它那个小花饮水晶每一个零件都是可以拆开来洗的，所以还好。衣服你都去哪里买？我就。买日本的，然后订了送过来。虾皮超好买，超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虾皮就是就是一开始雅虎开始收手续费之后，大家都跑去露天，然后现在露天不知道为什么又没有什么人用了，可能是因为系统怪怪，还是？交易纠纷不处理还是干嘛？我不知道，反正现在大家就是现在就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在虾皮重演。对，我就是看那个衣服的图片什么的，都好像从淘宝来的。这首歌好赞，《黑武士之歌》。啊。我想要赚大钱，垃圾网站，露天是个资吧，还有界面难用，就我也不知道啊。而且我觉得虾皮可能是手机版起来的，所以很吃香吧，因为大家用手机逛网拍蛮方便的。我之前想要买，我想要买那个暖气的时候。就是每天那三天都一直用手机在逛，露天也逛啦 ，PCO 24小时也逛啦，雅虎购物中心也逛了，然后 Momo 也逛了，虾皮也逛了，全部都各大网购平台疯狂用手机逛。虾皮就是第一个抢到智慧型手机的商机吧。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好多类似的旋转拍卖，不是也是吗？谢谢 Chester。朋友在 FB 买生鲜牛肉，吃一个食物中毒，找不到人。朋友在 FB 买生鲜牛肉，吃一个食物中毒，找不到人陪。哇，可能我有一点古板，我不敢在网络上买食物、欸，不太敢。我在成功里的时候，里面的干部每天都在逛虾皮，这么好逛啊！
其他的 app 都跟垃圾一样。我觉得有一点，有一点 PC 用还好， MOMO 有一点， MOMO 就是点进去然后跟你说没货，超妈超不爽了。画面上那个妈的字体不一样，好在意它不是不一样，我觉得是这个字型对妈这个字有一点不友善。我本来打累了吗，听首歌好吗，然后后来我就发现那个妈怪怪，我就把好吗换成了吧，可是累了吗我不知道怎么改了吗，不知道要怎么改一直讲妈累了吗？妈，好像很多字体都怪怪不支援，不然我们就文青一下吧。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逼格直升啊！谢谢 Bad Blues， 各位晚上好，埃古斯。哇，超文青。没有，你们懂屁呀、啊、懂个屁呀、啊欸、我是装文青，不是装大陆人好吗？我不要用那个简体吗？干，讲到大陆，我想到裁判官，我都快气死啊！谈判官，干烂剧烂粪，干！而且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我看了一个什么爱情医生大陆剧吗？然后我看了一两集，我就受不了哦。然后谈判官跟爱情医生有一个共同点，我不知道那是对面的人的口号、的喜好爱好还是怎样，就是他们两出剧第一集都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电视剧，尤其是一部偶像剧里面强调那样的爱国情操，就是我真的不理解。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笑了，谢谢老了。是现代剧，现代爱情喜剧哦，然后两出剧都在第一集就会讲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啊，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什么大家都同乡啊不懂，我真的不懂啊。唉，因为广电总局会审查，可是那是爱国喜剧，又不是什么抗战啊还是什么之类的，我都不懂到底有何必啊，有必要吗？不知道哎、欸，我看韩剧、台剧跟日剧都不会强调我们国家最棒，我们国家最棒，我们的人最努力。真的有意思吗？有意思吗？国家最棒，他们最有勇气。之前播歌版有讨论过这个，没被战翻还蛮意外的。讨论什么？
你说强调自己的国家多棒吗？你把小花下面剪短一点会不会比较好？都是你害我觉得讲，是不是现在讲到小花都会觉得很奇怪？哎呦，哎，反正很怪啦。而且我看对面拍的电影，我觉得也还好啊。就是为什么剧就会这样？真的耶，怎么会这样？韩国有的时候也会，韩国会吗？韩国会吗？哎、欸，怎么好像感觉有，好像没有，我举不出例子哎、欸。因为近期在看大陆的，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可能古装剧还是比较好看一点吧。你看是北韩吗？没有。就是，比如说他们会。啊，譬如说好了，大陆剧跟韩剧就是都会蛮常出现一些就是超大超强大企业啊，比如说他们会讲说，哦，男主角就是某个韩国里面最大企业的贵公子还是什么的，然后大陆剧也会，然后可是大陆剧就会强调什么他们不忘本啊，就算在美国发展的很屌很猛，然后可是还是不忘他们的根本，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一定要回中国继续发展他们事业。他们这么大家的公司回到中国发展，就代表中国进步，经济进步神速啊，然后什么的，就是全世界都很重视之类的。可是韩国就只是讲说他们就是在韩国是一个很屌的企业而已之类的，他们不会强调说，哦，那是因为韩国有多屌，所以他们就算在就算在美利坚发展的很好，也还是不忘根本，就一定要回中国发展之类的。萌萌萌萌萌，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欸。台湾的有干嘛我忘记了。台湾的在强调大企业的时候还会讲什么吗？嗯，台湾的是不是就是很屌，然后就去美国发展？如果发展的很屌，先逃到国外去再说。台湾以前也有啦，是哦。在强调大气的时候都会说这个人国外回来的，可是不会说是因为台湾很屌，所以在美国发展的很屌，也要回台湾啊。之类的啊，哎，真奇怪。从小地方建立自信心，我会不会？可是我觉得电影就不会啦，我觉得电影跟音乐什么的就还好。我看书也觉得还好，只有电视剧会让我特别觉得好奇怪，怎么会这样？会，他们会说，因为台湾空气好，人又热情，永远都要拿人情说嘴，是不是？霸气。空气好，也只有几十年前的人可以讲。看到人情味就很想笑。嗯，
还好啦，算了。今天主题要讲影片套路吗？啊，对，我还看了《西游伏妖篇》，伏妖吧，降魔伏妖，就是《西游降魔篇》的下一集，叫伏魔篇。不过导演不是周星驰，导演是徐克。导演是徐克，我看了。其实我觉得比美人鱼好很多。编剧跟监制还是周星驰啦，可是导演是徐克而已。演员换了怪怪的，没错。可是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比美人鱼好上超多。我觉得降魔篇不难看啦，我觉得降魔篇不错，伏妖也不错，起码伏妖的我看的时候我还是有笑了，然后有一些段落，我觉得降魔跟伏妖两篇是差不多的。当然我现在看完我想不到有什么，就是像降魔，就是像那个你眼睛干不干啊之类的，就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桥段，就是会一直想。可是降魔当初我看完之后，我也不觉得说有什么特别好笑啊，或者是有什么经典桥段。可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再想，就是还是可以讲出一些就是很经典，有一些地方很经典这样子。《凡人修仙传》的预告搞得我好想看，《凡人修仙传》是什么东西？想吃自己打。周星驰的电影都这样。对啊，想当初少林足球出来的时候也是一堆人说难看不好看烦死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不好笑什么的，可是过了好几年之后你还是会觉得有一些片段很棒啊。可是我觉得美人鱼是我已经看完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美人鱼到底在冲他笑。小说小说、动画、电影，死掉了！怎么死的？被我打死的！一开始我也觉得少林足球不好笑，后面的对啊，那个铁头功四八之类的一直砸他头，我当初还觉得很痛，而且他已经这么老了，我觉得超尴尬的，也很奇怪。可是过好几年之后还是会觉得哦，那些桥段好经典哦之类的。但我还是要再三强调，我觉得美人鱼，我想不到任何美人鱼有什么可以让我一直回味的桥段。你没有看过美人鱼吗？罗志祥演的那个。说起来少林足球的中配版权快到期的样子，那要怎么办？没有 pass。 听说去年在重配。真的假的？我以为那是买断的，还是那个哦。希望你可以叫我米糖，整个名字念出来哦。好，谢谢米糖，谢谢米糖。
你说珍珠美人？不是不是不是，是周星驰有拍过一部叫做《美人鱼》。希望莱格可以叫我米糖，每次都整个名字念出来有点好笑。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觉得罗志祥让我好尴尬。我到现在想，我还是觉得好尴尬。哇，可以的，可以的，没事没事，只好以后都叫蜜糖，烦了啦。美人鱼不是钟丽缇演的，我就不看。钟丽缇现在还可以演吗？希望重配也可以很棒。周星驰应该还是会找同一个人配吧。空虚公子就蛮好笑的、啊，我不知道周星驰到底怎么了。周星驰还把就是你怎么不早说啊的那一段，周星驰还把那一段用到美人鱼上面去，但我觉得超尴尬的，我真的觉得超尴尬。他，哎，反正你们去看美人鱼就会知道了。我觉得美人鱼真的很奇怪。我不懂，空虚那一段第一次出现，我觉得蛮好笑。可是他用在美人鱼的时候，我真的，不要剧透啊！空虚公子有超大一段，所以你也不知道他用了哪一段。然后美人鱼。这么长的电影，你也不会知道他用在哪一段，所以我这样讲，你们应该是听不懂。如果你们没有两部都看过的话，令人出戏吗？就是没有衔接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为了要炒冷饭拿出来用的。我不太能接受，我看的时候还蛮不能接受的。美人鱼是指电影，是电影哦。感觉还不是不要花时间去看比较好。我个人不推，可是我觉得《西游伏魔》《西游伏妖篇》，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啦。我看完之后，我有去豆瓣上面看一下影评，蛮两极的。我觉得算中等不错。我还是喜欢《大话西游》，可是都已经过了这么久啊，就是我是觉得人难免会觉得以前的东西看，以前当然看很感动，可是现在人变了，心境不一样了，在看同样的东西，技术也不一样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一直停留在同样的位置做一样的事情，虽然那就是当初我们喜欢他的理由，但他们是创作者，让他们发挥也是鼓励他们发挥也很棒啊。可是我现在看周星驰以前的电影还是会笑，但是老实说，现在有一些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在走一样的套路，但是大家买不买单，我觉得，我觉得也并不是大家就都买单。安安第一次看台，你好你好。我觉得是降魔还行，伏妖真的不行。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还好。发现美人鱼是中国票房第二高的电影，哇哦，哦。现在看整人专家嘴同性恋的，我不记得欸，他嘴过同性恋哦，我忘记了。那个有看野蛮游戏吗？有啊，你说新的吗？我有看。可是我觉得健忘村很好看，老实说，我觉得健忘村很好看。
村长好，我觉得健忘村很好看，我觉得健忘村你们可以看一下，就对，健忘村真的不错。谢谢 Sherlock TW， 大佛普拉斯我还没看。摆渡人我之前也看了，就是金城武跟梁朝伟合演，然后王家卫导的那个摆渡人我也看了，摆渡人我也觉得还好。我妈好推摆渡人，是哦。摆渡人就也是不错，还好，就是近期我看的华语电影真我会到推的只有健忘村嘞、欸。喜剧。写观音的话，那是另外说的。角头我有没有看过一，我都忘记了。大佛都没广告宣传，朋友没推，真的不知道会吗？我觉得大佛超多人在推的，那个时候太多人推了，所以我决定晚一点再看。推血观音的我只能说很烂欸。为什么？你觉得血观音很烂吗？我觉得血观音不错啊。我就是觉得太多好评，所以我决定大佛我就之后再看，你们也不要爆我雷，谢谢。我个人觉得血观音蛮好看的啊。我看完觉得很无言啊。可能感官不一样吧。血观音是鬼片吗？血观音是剧情片。我觉得铁观音很好喝，好，谢谢你的分享。血观音我身边的人不是觉得很好看，不然就是觉得很烂。可是我个人也是觉得好看的，所以就我来看看健忘村那一推荐都看。我还蛮喜欢健忘村的，蛮喜欢的，其他我就不多讲了。我还蛮喜欢健忘村的。就是不合胃口吧。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欸，我不知道该怎么不爆雷。又讲那个很吃电波的片吗？没有。我其实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啦。但我觉得演技不错，所以我能讲的好像也只有演技不错。好，演技真的不错，就这样。好，然后中文片，中文片奇怪，我有一部片我想不起来，我之前还有叫我想不起来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天哪。
你们不要再推大佛了，你们越推我越不想要近期看。解忧杂货店我看过书了，我就不会去看电影了，因为我觉得我很大的那个很大的几率会失望。Chester 不用 ban 啦、啊、Chester 不能 ban 啦、啊、白痴哦、喔、他是在宣导啦，没事没事啊。你们有看过一部片叫探访吗？有看过探访的人，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一部台湾的电影叫做《目击者》。我觉得看完探访的人可以去看两部片，一个叫做《失物招领》，一个叫做《目击者》。为什么的话我就不讲了啊，《失物招领》的话是因为那是同一部同一个导演之类制作团队还是什么忘记了，同一个导演之前的作品，然后很多人都推那一部。目击者是有徐慧宁的，对，我觉得目击者，唉，我觉得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去看，可能会觉得不错。我觉得不错。我到底该讲好还是不好？我通常不会讲到很好看，可是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可是探访很可怕，探访不可怕，探访怎么可怕？谢谢黑板。安安安波浪符。探访为什么会可怕？觉得目击者普通，我觉得有好有坏。我觉得看完探访的人可以去看一下目击者。有看过楼下的房客吗？欸，对，我没看欸。为什么我还没有看过楼下的房客啊？怎么会这样？明早要早起看灯会，拜拜，晚安。探访超恶心的话，我们一起。不是欸，不是，啊？那部片不是叫探访吗？欸，不是探访啦，靠杯哦。嗯，不是探访啦，去年一部电影，天哪，有一个老老的女人是律师，去拜访一个人。探访是阿公阿妈那个。不是探访啦，干！我忘记片名了，怎么办？干，可是我又不能讲剧情。不是不存在的房间，布局啊，是布局啦，布局。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好屌哦！布局。看，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不能讲了吧？因为布局是一个你完全不可以知道任何东西。你完全不可以知道任何东西，然后去看的电影。布局也可以看，我觉得看过布局的人也可以看目击者，看过目击者的人也可以去看一下布局，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提到这两部电影。有看过《神秘家族》吗？林依晨演的，我看过了，我没有很喜欢。目击者拍的有点乱，我觉得
我不讲剧情，我很讨厌最后一幕，我很讨厌最后一幕，就这样。如果你们有看的话，我很讨厌目击者的最后面，很烦。零的演技，我真的，我不讨论演技，我觉得《神秘森林》。我不知道他想干嘛，我不知道神秘森林想要表现出怎么样的感觉。2月27也会开台，为什么？哦，今天啊，靠腰哦。两个没看，两个都没看，应该两个都去看了。我觉得两部都可以看，我觉得布局跟目击者两部都可以看。然后你看了其中一部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另外一部。我觉得两部都可以看一下。那重庆森林们也太久了吧。我没有看过重庆森林，我没有看过，意外吧，我没看过。唉，神秘森林，神秘森林，神秘森林是，我要怎么确认啊？我又不能讲剧情。有看过《嘉年华》吗？听说很好看。我没有看过哎、欸，应该没有看过。那丽有在追美剧吗？没有，我只有看别人推给我的。司法争锋，谁是狼叔啊？哦，修杰克曼哦。看看这个电影海报，每个人看起来脸都很大便，我就不想看。好看吗？这个就是，这就是我标准形容的便秘脸呢。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一个月没有大便了。司法争锋很棒啊。顶尖对决不是魔术的那个吗？有人没看过吗？直接讲，有人没看过吗？海底情深不是那个跨越种族的的爱恋吗？我不知道，我有看过预告。可是我两年前才在电视上看，真假的？哦，最好看是罗根。我之前一直听大家推罗根，罗根，罗根，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有机会看一下。结果到我要看之前，我才发现。原来罗根就是金刚狼的相关电影，可是我超不喜欢金刚狼的。我想看到有点，我也觉得那部片看起来好像有点恐怖哎。我看预告的时候，罗根我直接被爆雷不看。我不喜欢金刚狼，所以我根本不想要看。最近都没有在看什么电影，最近到底有什么电影好看的？啊啊啊！那个 Netflix 上面有出那个科洛佛伯伦，哎、欸，是伯吗？贝？那个字怎么念啊？
一个新在一个博，那个怎么念啊？悖论，真的是悖论呢、欸。科洛佛悖论不是很好看，我觉得，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啦。完全看不懂，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啦。还没看的话，晚上今年推的限定墨水日本桥，我没看到哎、欸，我最近很少关注墨水完善的日子。马路镇，哎、欸，我怎么查不到？我有很多类似色的，我不会特别想要买。老实说，我都觉得我喜欢绿色的心情被践踏了，大狂出。很神秘的评价，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反正世界观补起来也不错啊。最近不敢买了吗？我有太多墨水了，我有200多瓶呢、欸。可可夜总会我看了，我终于看了。反正通常大家狂推的，我一定就会等到没有人提起他，等到大家都忘了，等到我自己也忘了，我才会去看。哎、欸，但是我要强调，有100多瓶是人家送的，不是完完整整的一瓶，有些是五毛的分装，好不好？没有那么夸张，对，是很多分装。欢迎光临奇幻城堡。没有哎、欸，这什么？这看起来好像很棒，我要记起来。姚玲的生是猫弄的吗？对，他在叼着逗猫棒跑来跑去。我想说，你是要拿来泡浴缸了吧？欸、泡墨水的话，好像会中毒哎、欸。萨克利机长好像有点想去补，我还没看过哎、欸。日剧《Able》很好看。哎、欸，我还没有看，我之前有笔记下来，但我没看。是中间有机会吗？是吗？叭叭叭！艾博是不是跟圈套有点关系呀、啊？我没有看圈套、欸，哎，会有问题吗？艾博很多吗？我知道 Apple 很多啊，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是看到电影海报，我把它记下来，然后结果发现它有这么多，我就没看。超长寿日剧啊，好麻烦哦、喔。有看过《遇见街猫爸爸》吗？我好像看过古阿莫的影片，看完了，我不知道，我忘记了，我有点忘了。但是通常。以猫为主题的电影，以狗为主题的电影，以宠物为主题的电影，我是绝对不会去看的，因为有很大的几率里面的猫猫狗狗都会去世之类的，我就不看。好、oh, ，我对古阿木是没什么偏见了，所以你们不要逼我讨厌别人，我是没什么感觉。最近有想玩游戏吗？还好。Apple 剧情我觉得不错，可是这么多，我要怎么追？我学弟说花甲贺岁掉了，嗯？我没有看电视剧啊，所以花甲我也不会去看吧。为了与你相遇，狗狗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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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物我都不看，不看不看不看。空中急诊英雄。
又要看山下智久塞饼，我不要。听见向阳之声，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危险呐、啊。你是不是想赞三粉？干，我老子以前就是三粉，我还写信过给他，他妈的，怎样？我就是不喜欢看他一直演那种吗？太粉了吧？还由爱生恨呢？怎么样？以前超粉，怎样？哎。别说了，可他挑的角色都这种类型，不会啊，野猪大作战啊，超久，那个啊，那叫什么？他跟那个谁演的？他演一个神的，最近一个出日剧，我有讲过，天哪，我看完就忘。我忘记了，他最近演一个配角，天哪，什么片啊？我忘记了。那龟梨和也，龟梨和也，真命天菜就是真命天菜吗？哦哦哦哦，他在里面演配角，呵呵，很好看。听首歌小唱，哎，对，你们都没有在听歌，哎，也是跟龟梨。好吧，我觉得那一出很好看啊，我喜欢他那样啊。朝九晚五也好看，我还好，我还好。零秒出手也很好看，零秒出手不错，虽然也是有点塞饼，不过不错啦。谁叫女主角这么好，这么可爱。哦，然后99.9%。律师之类的，忘记了，忘记那注叫什么了。99.9%，我觉得第二季我看不下去了，累了，不可能的方案。这部第二季就一堆人大推，可是我看了第一集，我觉得还好，跟第一集差不多啊。不是跟第一季差不多吗？有变吗？啊？99.9%，干嘛、啊？蚊子不见了。打到了。哦，打到了哈！他妈的！二只教典，你们觉得二只教典好看吗？三猫我也不喜欢。都是在看香川照之。嗯，我也是。我是蛮喜欢松本润的啦，可是99.9%我还好欸。跟大逃杀类型的我看过啦，我觉得普通。今天有在讨论日本影帝耶，谁？大逃杀给我第三版了。这么喜欢，嗯，你不要踩到那个电蚊拍，很恐怖。嗯，大逃杀蛮好看的啊。大逃杀哦。你们不觉得北野武超恐怖的吗？北野武就是那种我看到他本人
我在现实中看到他本人，我会吓到跑走的那一种。哎，他看起来好可怕哦。不怒自威，真的，他好可怕哦。他很帅啊，我也觉得他很帅，可是他好可怕哦。他超恐怖的，他本人对我来说就像鬼一样。你在超级变变变看到他会怕吗？他不管做什么都很恐怖啊，他就算在搞笑，我虽然还是会笑，可是我觉得很恐怖。他如果出现在九九里面的话，他本人就会旁边自带一股黑气，你知道吗？哪方面恐怖？他有一股很可怕的气势，好像随时都会杀人的感觉。他好像会变身，然后变身成一个，就是假如说他。就很像他的肋骨会突然打开，然后里面就是自动长出25把枪之类的，很恐怖。对，他旁边就是会有呱呱呱呱呱呱的那种。你说他杀过人，我也不太要。真的，他好可怕、啊，他真的好恐怖哦。你机器人片看太多。他真的很可怕哎、欸，那北野武比爱心呢？我还是会跑，我会觉得哇，这个人好帅，然后我赶快跑。真的，他的旁边就是会自带呱呱呱呱呱呱呱的那一种哎、欸，好可怕、喔。我不是说他长得丑还是干嘛的，他真的会有一股很可怕的气氛围绕在他旁边，太脑补对方是坏人了吧？与其说是坏人，我觉得他比较像是精神上跟我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人，你知道吗？他非常的恐怖。不，他不能演全无夫，全无夫本来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什么都就是平凡弱弱的老头，他不能演。压迫感很重，没有哎、欸，我觉得你们讲佐藤啊、全屋敷啊，还是剑八、啊、什么的都不像，我没有办法想到他可以跟哪一个漫画角色比拟、欸，全屋敷给小日向文世演好了，我也觉得小日向超适合的。把他照片黑白化，每张都像黑洞，真的，好鬼白胡子，没有，不是，你们想的太夸张了。好鬼太夸张了，所以说北野武在大逃杀演很棒，蛮棒的，他还蛮适合那个角色的，他根本就是那个角色啊，他就是一个发起疯来可能会把整个日本的年轻人全部杀光的那种。其实这么样一个人也是蛮厉害的。你刚刚说他肋骨会打开，我要说的是他不是一个外表怎么样了的人，可是他是一个感觉冷酷清新回首了。可是他肋骨真的会打开，你们老实说，你们看了他肋骨会打开。他如果会打开也不意外吧？
汤乐谷打开，你们会觉得说，哦，汤乐谷会打开，欸，嗯，不过想一想，看起来也像啊，所以好像也没什么那么意外的之类的吧？对啊，会觉得不意外吧？我一定很意外，不，如果是北野武的话，他要说他是外星人，我也相信。啊，不过马英九说自己如果说自己是外星人，我也会相信啊，难怪。为什么感觉很像生化人啊？他是很像生化人啊，不觉得吗？这发言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对我来说他就是外星人，他根本听不懂别人在干嘛。他根本听不懂，随便啊。唉，谢思考特，没事，北野武本人才意外有人会觉得他的乐谷会打开。唉，那很适合犬巫夫啊，可是犬巫夫本人是一个慈祥的老头耶，欸，北野武没有那种慈善的感觉啊，不然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很可怕？他如果犬巫夫今天有第三个人被外星人改造了，那我觉得北野武当那个角色好了。北野武蛮慈祥的啊，你们认真。也不写一封 email 给你，对不起，我不要看。我光看到他我就尿出来。如果我才三岁的话，我看到北野武我一定会哭出来。他主持恐怖家庭医学蛮可爱，他就是一个诙谐的人，可是你不知道跟他开玩笑开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会突然想要杀了你，雇25个杀手杀掉你。他就是一个很幽默的黑社会老大，不要他肋骨直接打开，那应该也是。他可能，对耶，他跟刘玉玲好像哦，刘玉玲也是超可怕的。不知道那种气场怎么解释，欸，你们看到巩俐，你们不会觉得她很可怕吗？一直在乱讲，一直在牵扯更多的人进来。你是不是追杀比尔看太多？刘玉玲看起来超可怕啦，巩俐看起来超可怕的啊。我喜欢刘嘉玲，刘嘉玲的越老越霸气，欸，你死定。巩俐这么漂亮，你们看到巩俐不会想到疯女人吗？她演太多疯女人了，都要定型了。她很漂亮，我没说她不漂亮啊，她很漂亮啊。可是她演太多疯女人了，很恐怖哎，就是秋香啊，他只有秋香比较好一点。可他最后面也是黑化啊，也讲黑化是有点严重，就是他其实也会赌博啊，就是他那一瞬间就黑化啊。然后其他艺伎回忆录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啊，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他演的吧？是吧？演小老婆那个。对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啊，
应激回忆录，然后那叫什么？那叫什么？霸王别姬他有演啊。对啊，还有黄金甲，他演超多，就是很可怕的女人，很可怕的女人。他跟葛优还有演一部两个字好看，忘了，我没有看，我应该是没有看过。虽然我很喜欢他，可是我也觉得他看起来好可怕，就会有一种气场让人觉得好可怕。黄金甲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被满城内内吓爆，他只是个孩子啊，活着，谢谢。哦，我没看过，好看吗？好看吗？周润发拿腰带打那里超帅，听起来超不正经，听起来超不正经。借我过，腾腾借我过，拿腰带打那个那一句，听起来跟我刚刚讲小花流水那个差不多不正经，干不对啊，就很不正经啊。我看的够多，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打什么讲清楚？害我突然想到怪东西。我之前看那个《完美社区谋杀案》，哦，中间有一幕真的会，我觉得小孩子看到会有精神创伤，但我觉得我都已经这个岁数了，我看到也是有精神创伤。看我要笑死！好，完美社区谋杀案有点糟，我也觉得不好看。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期待还蛮高的。活着我要先记起来，我要看这个，我要记起来。完美社区谋杀案，唉，是我期待太高，所以才觉得不好看吗？那你有看《血观音》？有，我觉得我是觉得好看的那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有到烂的程度，但我觉得很好看。从现在开始一直推《活着》，你就会不看吗？不会啊，你们不要来影响我。嘟嘟嘟嘟嘟嘟嘟，我也是偏好看那一边，是哈。可是我有朋友觉得超无聊之类的，然后刚刚也有人说他看了觉得傻眼，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血观音会反差这么大，可是我有觉得里面有一些桥段是不必要的。有去看大佛普拉斯吗？没有，因为大家太推了，所以我要再过个一两年再去看。是完美社区，看不懂剧情，我觉得不会到看不懂。但我不知道里面的人到底在干嘛，然后，唉，我不是说不懂剧情还是干嘛的，我不懂，就是有点莫名其妙一部片，可是又没有到喜剧，你不会觉得它是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还是干嘛的？我觉得它还没有，我觉得它可能想要表达那样，可是它。事情做了一半，所以就会有一点中规中矩，就是你要拿剧情片看了觉得也不够深，然后你要拿喜剧片看也
觉得没那么幽默啊，然后很多地方都怪怪的，一直叹气呢。因为我期待很高那部《完美社区谋杀案》，因为麦特戴蒙嘛，朱利安摩尔吗？我不知道他，我忘记他名字了。黑色幽默上有看《逃出绝命镇》吗？有，我觉得《逃出绝命镇》还不错。有看美剧吗？没特别追，有人推我才会看，但是不一定每个人推的我都会看。哦，讲到美剧，我前几天去看了一下，最近我直接看文字爆雷，我看了一下最近《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 的 previously of 忘记，我想学那个前面讲话，可是我忘记怎么讲。那个 The Walking Dead， 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进度。英思路，我居然讲行尸走肉。Previously on Walking Dead， 反正我去看了一下最新现在大家的反应如何，我就发现从第七季开始就没有什么人要看嘞。果然，乱发便当总有一天也是会遭报应的。行尸走肉是中翻吗？嗯，别对我说谎，不错看。那是什么 ？Lie to me 吗？讲辨识脸部表情那个吗？英之路，等我儿子跟我说，我觉得他们撑不到了，我觉得他们可能近两季以内就要结束了，因为已经很少人在看了。别对我说谎是 Lie to me， 对啊，是 Lie to me 吗？在看那个，在看脸部表情辨识，然后去办案的那个。西部世界有出第二季了吗？西部世界有第二季吗？我看完第一季了，我有看，我之前有看，我觉得很好看。Big Bang。Theory 今年有第二季，好耶，我要看。生活大爆炸，哎，对，好像有人推我，没念，你别念。哈开完刀后，好久没好好听来隔台，先抖一个波浪符。好，谢羽毛。4月22日，哦，第二季，好耶，我要看。西方世界好看，我觉得好看，我觉得可以看一下。谢谢修理马丢。河谷镇，美国恐怖故事从第四季开始就。从怪胎秀我就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怪胎秀我没看完，我真心看不下去。就是如果你对机器人议题有兴趣的话，就是人工智慧这一块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西部世界》跟《真实的人类》。有人看过 Person of Interest 的吗？没有。有看过巧克力冒险工厂？有，我很喜欢。我女友固定追河谷镇，是哦，河谷镇好看哦，我记下来了。我超怕人工智慧系列，真假的？我超喜欢看的。啊，那个这他妈的世界呢？还是他妈的这世界？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怪奇物语第二季我还没有看，
波特莱尔大冒险第二季。我没有看过。米津玄师的有啊，我已经我刚有看到 MV 了，之前有听过全曲了。之前 YouTube 有放一下下人工智慧讲的话，超恐怖。什么人工智慧讲的话？求详细。他翻西方极乐园，可是英文是 Westworld， 没错啊。Unnaturally 看到哪了？我看到第六集吧，好像。How I Met Your Mother。这怎么我好难念啊，是在演什么啊？是在演什么？是说两个人工智慧对话的影片吧？没有，我没有看过。可是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有看过人工智慧画出来的画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很恐怖。两个 AI 对话讨论要消灭人类子，恐怖死了，我不要看。那个假的吧，我也不知道，我不要看。黑洞频率看过了，好看，很久了。那还求详细，我不知道是这种的啊，可是很恐怖欸，我不要看。强尼戴普的全面进化我看过了，我觉得还好。七龙珠全面进化，我对七龙珠一点兴趣都没有。之前我推《西部世界》，我看完了，今年等第二季，但应该也会等它出完再去看吧。累了吗？吃个地瓜条吧。七龙珠的紫服蟹经验版本是什么东西啊？我以前很爱看犯罪现场之类的剧欸，以前因为他都吃饭时间那个播，所以我都会看。现在就还好了。台湾灵异事件了，什么蟹经验？你们在讲什么？我要看。你搜寻台湾电影《七龙珠》，蟹羽毛。哦，我有看过。原来这个可以留言啊！好怀念啊！超级好色的龟仙人，
我家少爷赢。哎，好好看哦，超好看的。乐平，奇怪，里面的人，乐平是女生吗？乐平是女生还是男生啊？悟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看起来都超像女生的，你们不觉得吗？不管是乐平还是悟空，悟空是陈子强，嘿，好想当龟仙人。看，好猛哦！谢金燕以前跟现在根本没差多少啊。Person of Interest 算是 AI 加犯罪类的哦，是哦，那我要看，有 AI 我就看。今年不是有一个游戏吗？是今年吗？也是 AI 的，我也要看，我也要玩。我现在才知道小 S 有演，真假的啊？那你有看过《办案》吗？黑傻，看名字就不是很有兴趣。这什么鬼啊？哦、，YouTuber， 我有看过，他有的时候会 K 笑，我觉得很好笑。有的时候眼睛会瞳孔会突然变超小吗？那好好笑、喔。我有看，这个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欸，哎，是又和他们跟我讲，我才知道的。新入股是精神时光屋啊，你也太晚才玩了吧，人家都得过这么多奖，过发过这么久了。到底要讲什么？快去玩，一天玩个十个小时也是不为过的。嘟嘟嘟嘟嘟，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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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玩的游戏，玩了就会觉得很值得了，好不好？哎，那个，把刚刚提到的整理一下，有空看。之后不知道要怎么打什么，
打路德维希的 VOD 还哎、欸、对耶，我上礼拜五 VOD 没出来，我这几天都在打神武幻想，然后看谈判官，天哪，早知道不要看谈判官了，浪费我生命。成立的小半吗？成立的小半是什么东西？没有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电脑顿顿的，明明开什么东西？是该睡觉了吗？你该重开机了。多久没开机啦，各位年轻人？墨西哥伊娃配音，什么东西？是 EVA 吗？还是在说萧亚轩？这两个差太多了，我不知道该理解哪一个。哦，萧亚轩是 Elva 啦。笑死，白痴，八七八七。点我那王子腿好。抱歉，抱歉。好，我叫的也差，我叫的还差不多。好，谢谢哦。为什么他会笑出来？充分体现了墨西哥人的幽默感。哎怎么让我想起？哎、欸，那么差那么多，声音差那么多，是不是不一样啦？墨西哥人不都去练习陈安？是什么啊？这什么刻板印象啊？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劝你是不要害我。哎呦！因为要翻墙啊，什么意思？墨西哥人为什么要翻墙？我在想，等一下到底还要唱歌，还是直接就玩游戏的、啊？十二点了，各位。川普长城好，好，您就直接玩吧。好，夜间会开嗓吗？我今天晚餐吃鸡排，刚刚还吃了地瓜条，然后又喝了蒸奶。那今天就不唱歌了。有，爽！我看这嗓子没救了，是不是？已经开始卡痰了，是不是？
爽。我看一下，不不不不，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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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才刚进来就听到不唱歌了。我现在喉咙油得很啊，很油啊，这个。你吃那么多还那么瘦？哎，拜托，我可是60公斤呢，别开玩笑了。那不然就唱一首很油的歌。我还真的是不会学李圣杰。我真的不会学李圣杰，想学还不会学。捏着鼻子唱，他一首歌我就不记得，提一句那个吧。会唱邓丽君的《Good Night》，这是什么？我是没有听过啦。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哎。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为你付出那些相信你永远不了解。捏着鼻子好难唱哦。好难唱哦，我不晓得李圣杰是怎么做到的，真不愧是李圣杰。哦，喉咙好油啊，看来是不够油。哎不是捏一边而已吗？啊，我捏两边耶，失败失败失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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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捏捏捏我们，棒棒棒棒！我今天才开的店。